大国角力，强军无止境。举世闻名的战斧巡弋飞弹，近年增添反潜功能后，美国海军如今着手让现役的核动力潜舰都成为载台，剑指当前主要对手。以前制前才是最佳解方，中国大陆潜舰阵容和水面战力逐步扩张，各界密切关注了动沟六型开发状况，原因不只是火力和吨位。传统的十二叶推进的时候，它在低速航行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低频噪音，那这个低频噪音的强度非常大，它可以传播到很远的海域，所以说后来的发电就逐步向高航速跟静音的方向来发展。各国军方和智库一致认为，解放军的新型核潜舰将陆续使用泵喷推进，加上材料技术和设计的突破，使得美军在水下降噪能力不再有绝对优势。美国最先进的海洋级攻击潜舰为例，它的水下航行速度都达到30节以上，最大它的辐射噪音却能够达到95 dB， 接近于海洋环境90 dB。那中国目前研发的泵推进技术，其实不只是运用在动沟六上，其实已经改进到共沟三的三型的潜舰核潜舰上，那更进一步用在新型的动沟五三级。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只是第一步，早在2017年，北京当局就批准打造船杆网络，目标是足以在东海和南海全天候监控水下动态。那他当然是宣称说进行这个水下的这个水文侦测啊，这个天候的等等这些侦测。那其实他的目的可能就是在这个周边侦测这个美国的这个潜舰。那它的原理大概就是这个在水下部署大概上千个这种这个很敏感的听音系统，然后利用水下电缆啊什么的，然后各个这个方式跟岸基的这个接收站哦那个结合起来。计划被称为水下长城，据称中国大陆已经在关岛周围也进行配置。从解放军近海防御的战略来看，要掌控第一岛链之内离岸300里的水域，由岸制火力和庞大的水面舰队来巩固，而潜舰是外层作战区最重要的伏击战力，用以对付试图介入台海或区域情势的他国兵力。它的水下监听系统固然可以增加它对南沙群岛附近周遭水下环境的掌控，但是相较于美军所布放的这个水下监听系统来讲，它的效率还是会差很多。因为美军在第一岛链，它其实已经大致完成了一条完整的水下监听系统，它叫做鱼钩海底防线。基本上除了台湾南部这一段之外，其他地方大概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下。那因为美国放的这些水下监听阵地都是在必经之路。然而类似的概念早在冷战时期美军为了应对苏联就着手运作，传言美方因应最新情势有意重启水下听音系统，而美国海军出身的学者更建议是时候广泛运用水下无人载具反降一军。美军借由这个重启这个水下听音系统，那一方面当然是要能够掌握中共潜平时掌握中共潜舰的动态，暂时提供强大的早期预警，去执行有效的猎杀。更重要的是，借由这些系统的建立，它可以分享中共潜舰活动的情报给中国大陆周边的国家，确保这些国家能够在重大的议题上跟美国合作。那像阿库斯我觉得也是其中之一，包括联合英国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舰，看来早已列入美方捕杀蓝图，只是潜舰部队退役人员提醒，解放军也做好准备见招拆招。那他用这些潜舰群能够形成水下瓮层，就是三面一围，你进来之后我就把你困死，会研发出来的水下八卦阵的水下文载具的包围，这是值得后续注意的。水下长城已然不是古文明的代称，放眼现代，更像是地缘冲突之下的无形壁垒。余别新闻何家颖、叶玉甫台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